手李泉唱歌，结石姐的笑太有内容。网友配一脸，音乐真的是让人疯狂的艺术，它会让害羞的人唱起歌来变得自信，让不爱言语的人大声地用音乐表达。歌手李泉在我们的印象里是那样的一个文质彬彬，一举一动都透着内涵的人，在台上唱歌却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夸张的表情，夸张的动作和夸张的画风。画面突然转到的结石姐，结石姐一脸的欣赏，笑得好有内容，可能这就是真正欣赏艺术家的样子吧。都知道李泉老师自从来到这个节目就多次表达他对结石姐的喜爱，但没想到结石姐也同时欣赏着李泉。李泉刚刚唱完歌回到大厅，还没等坐下，结石姐就暖心地关心李泉膝盖还好吗，然后有爱地抱着李泉，笑声细语地说着还好。结石姐还暖心地把椅垫拿来给李泉垫腿。两人互相喜欢又相互照顾，网友觉得两人配了一脸，只可惜貌似结石姐有了男朋友。